你不用再想我，你也不用来这里看我，更不用担心我。你走吧。之前，雨天公司总裁雷雨征在与 FG 公司签约前即被带走。据悉，雷雨征涉嫌利用未公开信息谋取暴利，具体结果尚需等待法律裁决。业内人士猜测，此举会对雨天公司环球娱乐形象造成冲击。我台将继续关注。不是我的错，是我说漏了嘴。 害了雷总，我只知。怎么样？抱歉，犯人不愿意见你。他还是不愿意见我。是啊，他还说让你以后都不要再来了。不过他挺担心他父亲的，他父亲还好吧？请你转告他，他的父亲很好，你让他不要担心。哦，这个。是我给他带了一些书，还有一些吃的，麻烦你转交给他。好的，我们检查了之后会转交给他的。谢谢。啊，不过他挺担心他的父亲的，他父亲还好吧？喂，群飞，你知道老雷总住在哪家医院吗？雷雨征，你那个部下叫何群飞的又来了，见一下吧。刁队长，就他一个人吗？还有一个姑娘，就是一直来见你。你不愿意见的，他们求我，让我不要告诉你。去见一下吧，人家也不容易，这风里来雨里去的，都已经好几趟了。这怎么回事？刚刚流鼻血，没事。走吧。兄弟，你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帮我照顾你爸妈。
我说了我不想见他，你为什么还要带他来见我？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能见我吗？雷总，你就跟小苏多说两句话吧。没什么好说的。难道你连听几句话的勇气都没有吗？我们大家都很想念你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，很快的，很快你就能出来了。杜小苏，你如果来这里是专程为了跟我说这个的话，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。裴宇正，我说了我不想见你，你为什么还要来见我？你现在自以为是的样子令我讨厌。我来看你，因为我们两个是朋友啊，是朋友，我就想尽点心帮你。你想怎么帮我？你是能帮我坐牢，还是能帮我从这里飞出去？更何况我从来都没有帮过你，就算有也只是我一时心血来潮，你根本不必放在心上。至于朋友，我现在已经不是雨天的掌门人了，一个阶下囚。你想跟一个阶下囚做朋友吗？雷雨正，你以为我杜小苏是什么人？难道我和你当朋友是因为你的名利和地位吗？雷总，小苏他真的挺关心你的，你不知道他这段时间为了你的事情东奔西跑的，人都累瘦了。杜小苏，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，你不是想看我笑话吗？看着昔日一个那么骄傲的人现在掉入了深渊，就我现在这个样子足够能满足你的好奇心跟同情心了吧？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曾经不可一世的雷雨正，倒起霉来的样子和普通人没什么不同吗？甚至更狼狈更丑陋，不是吗？如果这个样子能让你好受一些的话，你说吧，我听着。杜小苏，到此为止吧，同情心也好，好奇心也罢，你通通都已经满足了。以后就拜托你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，不用再想我，你也不用来这里看我，更不用担心我。你走吧。雷雨正，我们等你。群飞，你们两个先聊吧，我先出去。雷总，您是不是对小苏有什么误会？他真的挺不容易的。他不容易我知道，正因为我知道我才把他往外推的。你不觉得让他浪费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在一个囚犯身上很自私？我不想连累他，你偏要带他来见我，逼我说出一堆绝情话。
我说出一堆绝情话。